生产最怕遇到子宫破裂，危险因子大公开。子宫破裂的危险因子有哪些？前胎剖腹产，以前开过子宫肌瘤，子宫畸形有整形过。第二个是你用催生的，第三个就是说，比方说产程特别长，很难生出来的，还有高龄产妇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推，生产的时候因为生不出来，协助帮你推，这都是相对的风险。有这些危险因子，两三百个会破一个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